大家好，今年是狗年呐 啊，所以我们准备好了要啊一起来庆祝啊，在今天的这一台弥撒里，特别为大家啊为家人祈祷，特别感谢天主给我们新的一年，所以在今天的弥撒里呢，神父又这么来。开始做祈祷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无始无终的天主，你是一切受造物的根源，我们将这新的一年奉献给你，求你赏赐我们全年生活顺遂。”所以呢，我也希望大家会有一个新的一年在全年生活顺遂，所以。我在这个新的一年狗年呢，我们要多多学习爱，爱他人，爱我们的邻人，爱天主，彼此要服务，感谢他。所以我祝大家啊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啊，新的一年快乐的一年，还有呢年年有余，阿门。跟大家笑笑，每个人的嘴里，天天替你祈望，就是恭喜恭喜！我祝你们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恭喜发财！行礼，行礼！信仰教育班祝大家新年进步，快乐除了学。祝大家新年蒙真福，大家
我是李一新神父，文东也是圣心堂的本堂神父，在此祝贺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希望在这新年一年得到事事顺利，得到天主的祝福，万事都顺遂，阿们，谢谢。我们全体基信团成员恭贺大家新年蒙福，恩宠满溢。